脚长17.5厘米，穿多大的鞋？鞋码也叫做鞋号，是用来衡量脚的长度，方便匹配到适合的鞋子的标准单位的系统。但是世界上各国的尺码标准不一样，因为国家环境和国人体质的原因，各国人的脚长发育不一样。脚长17.5厘米，穿欧码是29号。中国码28.5码，美国码11码的鞋，鞋码是用来衡量人类脚的长度，从而找到适宜的鞋子。但是由于各国不同的环境和国人体质及不同的鞋子对于不同的人群和类型，各个国家也会有不一样的标准。